小男生嘛，很像木兰。好想看 Selina 的反应啊！陀中康、露露、任荣轩、夏普、杨果果15日出席实境节目《三里来了熊孩子》记者会。任荣轩被问到姐姐 Selina 的产后状况，露出可爱姨母笑啊。我应该会近期选你的宠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没有哭，但是我就是有真的觉得很奇妙，就是这么小，真的是这么小，然后把它抱在手里面，就是它一个很柔软、很软、软绵绵，然后很。就是他，然后因为他的手脚会这样一直踢，小男生嘛，就是很像蟑螂，蟑螂。他有开心，抓小孩是蟑螂，很活泼，然后活泼的可爱，就是他的各种表情瞬间，你就会一直忍不住去记录下来。然后我回到家之后，我就会一直看，重复看，然后就会觉得，忍不住这样笑，因为有很多可爱的瞬间。我觉得像我姐姐小时候，然后也有像爸爸，就是真的是两个人的综合体。然后我姐说，她人中很深，就说到底像谁啊？可能是像小姨。小姨，她是小姨。她有想要很快瘦下来吗？哦，这点他是完全就是慢慢来，没有太着急。然后因为其实他在生产过程中有经历一些不舒适嘛，就是自然产还是会有一些不舒适，然后所以他就是想说慢慢来，先以自己心情啊身体照顾最重要。